它防守面积太大了。一点点，就差一点点啊，两厘米的一个差距。菲姆斯两分打进，菲姆斯中投投进，菲姆斯还是选择突破，篮下两分打进，防一个，干拔的中投投进，分了已经，两分再打中。非常难的一个后仰的跳投还是能打进，这完全就是个人能力的体现了。威姆斯，哎，这次投篮没有命中，他的绝杀球呢？我操，这没追人，造成犯规差一点点。哎呦，非常好的一次机会，但是没有打进这球。威姆斯往里继续冲击。罚篮不中，那机会再给。这次威姆斯被成功的防下来了。投进三分。郭凯恒连续的晃动，找节奏再往里突，造成犯规。第一罚罚进，第二罚不中，差一点点呀。威姆斯继续冲击内线，也是造成犯规。第二罚也，两罚全进。威姆斯冲击内线，两分打进。威姆斯还是选择往里冲击，没有投进。也没有打进。威姆斯中距离的出手投进，那这样比赛结束。威姆斯101比9。